我们今天要带来的曲目了，小朋友知道吗？过几天12月25号是什么节啊？圣诞节。对，所以我们这首曲目呢，就带来很应景的装饰圣诞，请大家给他们热烈掌声。 谢谢大家，给我们热烈掌声一下，谢谢他们。谢谢你们光临。